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，曾国城日前远赴纽约时装周走秀，照片流出后，曾国城的双下巴与颈纹过于明显，被网友猛酸脖子到底有几层。昨曾国城录制类似中文台一代女王，表明自己没有想到视觉上的问题，认了是自己没注意到的点。曾国城自嘲今年冬天都改穿高领，把脖子都包起来。据中国时报报道，提到这次走秀经验，曾国城表示自己大小场面都看过，但是走秀场地和观众都很接近，除了跟观众距离很近，前方还有30-40台摄影机聚焦在自己身上。曾国城笑喊，突然觉得人生路怎么那么远，仿佛走不到尽头，那种感觉就跟婴儿出生很像，一走出岔道就会看到很多人，所有人都在观察我，只好把紧张抛诸脑后，把表演完成。曾国城走秀被攻击。卫视提供。